直销电话烦到爆，九成九港人感滋扰。虽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由上年起就收紧咗条例，但系直销电话对市民嘅滋扰似乎有真冇假。公署寻日就公布咗喺今年三月进行嘅人对人直销电话意见调查结果，发现呢啲电话造成嘅滋扰情况对比零八年更加恶劣啊！2014年嘅调查咧睇得到咧就系、是，呢一啲觉得带嚟唔方便嘅受访者咧，接近99%咧。是表示呢一些電話呢其實呢是製造到很大的一個是滋擾的。哇，啲直銷電話煩到咁，有冇得揀唔接呢？私隱專員就話，希望當局可以將呢啲人對人直銷電話納入埋佢收信息登記冊嘅涵蓋範圍，咁市民第日就有得揀聽唔聽呢啲電話啦。